对，所以这节赶快动作，做一样的动作。这是顶顶一张呢，啊，我顶一张走一道。嗯，啊好。不是啊，你来无走来，看不到。你顶台来拍，我无走来。啊，月娘吗？我打死哦。无啦，我无印象。你摸摸好你的哦。你要偷撕海报。他都把豪记的海报留两张，一张自己拿去用，一张贴这里。怪人也安呢。Yes. 我不是孔庆老师了啦，不要再拍了，完全要带走。不录影了吗？不录影了吗？我想拍一张上片封面。那下一张专辑可以放老师的那个封面上去就好了。他选报记住了。我退休之前一定要跟豪记每一个歌手拍一张唱片封面。拍一张唱片封面，就是拍一张照片，把它当作唱片封面，而贴到家里。嗯，贴满了我就退休了。比如说吴慧玲啊，拍一张啊，什么写个什么歌唱，啊那万娇。也热衷音乐创作的音乐人。音乐人，所以嘛，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在，根本就不在写别人，根本就写我自己。颓废糜烂的日子，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想象，颓废糜烂。颓废吗？嗯。好像创作人有的都这样，你也曾经有过啊。嗯。对啊。我没有糜烂，我是心酸而已。嗯。悲苦，心酸。这样吗？嗯。对，我就你不是糜烂，你是迷路。不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